抢，所以就会抢掉，就是我们家。既然人讲，既然叫，食袂歹，兼叫讲话一个叫，哦，这食软软，讲软软，软软讲软软，啊，就是一样。台湾电视有这种声音差啦。咱头前看的吼，那久久袂到的，啊，咱以前叫做关水吼，啊，当然。伊要甲伊形容这条瀑布，伊无讲伊是水强，水强四界拢有，啊，所以讲伊甲伊讲叫做悬水，从山顶流落来水，真悬的山流流下来的。所以等一下，等一下你们再看到那个岩棒顶头，就是高水，高水什么摄影、影印还是摄影，还是照相？高水照相馆，伊就是用迄个贵船馆，就是讲用迄个悬水。来形容这个所在，今嘛在讲我做瀑布啦。它从古代到现在水源都这么充沛啊？对啊，因为有山就有水，山密啊，河流愈大，伊就水解就较大。这是上面的，它这边有要写一间乐园。很严重啊！现在换人啊，那什么旺旺啊，目前才换人的。这有经营吗？有啊，还是有。旺旺集团。哦，旺旺集团买了基金。现在，以前不是，以前是我朋友在经营，他们在做那什么台湾第一部的那个营销会社，也是他们，而且做主要啊，风光一时了。对啊。他不是在做蕨类的富裕吗？因为非常的潮湿。对。但是我们他们的硬体设备的系统很老旧哦。对，不行。啊，无较早报你的名就好啊。无，哎，阮朋友怎啊无做啊？啊，对啊。哦，啊，无做啊，伊就已经离开这个所在啊。哎，无彩。黄色林，伊叫做阿俊啊，就住伫阮隔壁啊。啊，伊来阵拢带阮去佚佗。嗯。啊，坐云仙，伊就这车嘛免钱。哎，去遐顶头，结果阮查囡仔煞拍着惊着，因为营销会是很，足恐怖。啊，伊较早的时阵，云仙贝这是大大只的车，多大？啊，这个是日本人吼开始来做这个缆车是第一次，来来来。所以最早以前是载几个人？哦，他们的是12个人吧。哦。上大只的，台湾上大只的缆车的车，但是吼，它的故障率最少也是这里。哦。安全检查很严格。哎，对，你弄点了，你不用。这是日本在，对，这个日本人。他公休的时候就是在测试维修。这刚才也在缆车过去，车子可以过去吗？没办法。一个安徽，安徽是比亚的名嘛。所以只有透过缆车才能过去。啊，上面吼很多那个要住宿的那个设防，超漂亮。嗯，虽然脏，但是随时哦，未了钱绝对有原因。他们随时都需要用除湿机。对啊。对啊。